就高玩怪招很多嘛，你看之前是拿两箱 A4 对不对？那 A4 我们有在这节目有试拿过，两箱很重啊。高玩还有控拨头发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当庭给检察官，这次又给了2000多页证明这些人有加班。他报那两箱是不是加班记录？也是啊，对，那里面全部都是那个他们的通讯的内容，是证实加班，因为这整个案子的关键在那个加班嘛。对，所以他的律师从头到尾在讲加班这件事情。所以他报了那几箱，跟昨天丢上来的 那些东西是一模一样的。该不会是一式两份？对，没有，也不能这样讲，他可能有把它放大，放大一句对话一页、一句对话，我们两个这样一句就一页、总共2000多。怕法官老花眼。然后刚刚讲那个外面有一堆人在那边举那个牌子嘛，哈，什么市长加油，对，还做旗子，这些真的刚讲的，这些都是多余的，对法官来说。他，我跟你讲，法官一定会跟高鸿安的律师讲，说卖不出来、啊、大家都很为难、哦、第二个，你们现在在拖延诉讼，对，你们是给我2000页，下次开庭你又给我1000页，然后又给我500页，这些我都看过了、啊。对，你们现在到底要诉求什么？是，其实他这一种拖延对法官的心政影响非常大。起度烂。这一次高鸿安请了说什么豪华律师团嘛，每一个都是大律师嘛。但既然当大律师，他当然要秀一下他多懂啊。对，所以就用一些诉讼的技巧一直干扰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这样弄久了，法官还是会跟这些律师讲，对，给我卖来就得了。好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吗？你们就在拖时间或者是干扰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其实对高鸿安是不利的，因为高鸿安这两天在搞什么呢？他就在搞一件事情，就是、说现在明明有笔录嘛，白纸黑字啊，笔录。可是高鸿安说，我要确定那些助理讲的话都在里面。对，我不相信他们会出卖我。对，我不相信他们有讲这个话。我要听录音带，我要对笔录。结果越听事情越多嘛。是。